Good morning, guys. 今天又是英国美好的一天。时间回到十二月份，我们在冰岛进行了好几天的长达一周的冒险。然后在接下来视频当中，我会更新这些日志，所以跟随我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冰岛的景色。这里是冰岛 Vlog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开始了这趟冰岛之行，当然还是我们三个，他们两个已经在睡觉了，你可以看到他们睡得非常的香。不然我们说我们开始旅程吧。停了车之后，我们来雷克雅未克，第一件事就是去南湖温泉泡温泉。这是我们的晚餐了，相当于 panini 还有 lamb soup。今天真是太充实了，我们去了黄金圈的所有地方。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第二天住的地方。来冰岛怎么能够不可以来泡温泉了？再解释一下，这露天泳池进行一下狗刨，可以。六，居然我也可以去，可以直接拔了，我要拔了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左边就是非常有名的冰岛马。冰岛马是被誉为世界上最纯的马种，是因为它一旦出了冰岛之后就再也无法回来了。所以他们太傻了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头好大，你头好大。我。牛逼！早上好，各位，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冰岛非常有名的坠机的地方。好的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叫迪霍拉里，这个有点像《全游》里面龙石岛。这是我们的晚餐，The Seafood Soup， 咖喱鸡肉。冰岛乡村 KTV 的感觉，太。你看前面就是冰川。非常巨大，太震撼了，人类跟它比起来真是太渺小了。各位，这个就是冰洞非常炫酷的地方，你可以看到这里非常的高，整个这里都是蓝色的，千年的冰就是这样子，太酷了。
是出事故了，怎么路口给堵了？各位，解决了。咋了？咋了？天气更加恶劣。然后呢？他明天早上才会开放。扯淡吗？那怎么走啊？我们只能在这里待。顶着暴风雪前行在冰岛广袤的一号公路，可惜我低估了气候，风大到车子被摇得晃来晃去，接着雪越来越多，最终我们的速度越开越慢。终于我们见到了远处亮起的车灯。 We make it guys, we made it。 从哪车呀？开门那一刻一切都值了，非常温馨的地方。哇 So nice。 这是我们的房间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雷克雅日赫市中心，然后你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非常有名的大教堂。旧港之后，我们就要去尝一尝冰岛的黑暗料理了。它这里有鲸肉、发酵鲨鱼以及黑死酒，听说是来这个必须要挑战一下的。这个就是烤鲸鱼肉，然后看起来有点像牛排的样子。吃过晚餐，终于可以体验一下冰岛的发酵鲨鱼。Shark, rotten shark, 叫发酵鲨鱼。Yeah. 太臭了，你不开封都很臭。冰岛之行就这么结束了，很多内容不能够一一呈现，在接下来一周会连续更新每一天的 vlog。 好的各位，我们这次八天的冰岛之行就结束，我们现在就启程返回伦敦的飞机了。洪总觉得怎么样？很开心，开心，非常开心，跟上次一样非常开心。是的，是的，是啊，所以我们这冰岛之行就结束了。拜拜，我们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。